力在记新人的名字，是不是？对，以前我说，哎，那个谁啊？因为好像在你们节目模仿，他们也不挂名牌。对，后来我说林轩，我说你干嘛要叫林轩？然后他说我就是叫林轩。对，你这个问题太任性了。那可以，那你就叫林轩好了。OK， 我本来就叫林轩。其实我是因为我名字叫林玉轩。我是叫林玉轩，对，然后有一个作者叫简敏珍嘛，然后他笔名叫简珍，我就想说我就叫林轩。你现在跟我们讲的心路历程感觉。等一下跟我们聊文学吗？你要写一本书了。而且怎么会扩到简珍去？对啊，好不好？你要不要叫胡海闪人好了？他逻辑是很娴熟的，就他整个的逻辑，所以不像新人是不是？不像。而且他今天讲话的态度，这个 attitude 啊，是一个很老的灵魂。你干嘛唠英文啊？对，就是态度嘛。我知道这个。不是，那这种老灵魂，你觉得是好事？老灵魂是好事，尤其是玩喜剧的人一定要老灵魂。陈汉典的灵魂新不新？他是属于中古的，中古的啊。对，我觉得陈汉典有老灵魂的。陈汉典有老灵魂，我就觉得他没灵魂哎。不是。有啦，还是有啦。没有灵魂吗？当然，当然。所以像白云，灵魂老不老？白云就是跟他嘿嘿嘿就好。他已经快到动物界去了。好，那剩下三个人当中，你还对谁有兴趣？女生我真的就比较会不想看哎。哦。那整集都不要让他转过来好了。嗯，就能不转就尽量不转。可是听说那女生是汉典最喜欢的一个。安夏漂亮还是这个妹妹漂亮？不同的型，不同风。这个妹妹如果转过来，大家会觉得可爱吗？还蛮会有票选，都看她。真的哦，对，小孩嘛。OK， 好，妹妹转过来吧。啊，蛮可爱的。你是 BB 啊？你来过吗？有来过一次，也是跟台哥。我上次扮花花，有我记得。哦，你跟所以你现在在全民大新闻，你是跟汉典。合作最多吗？我们才改版第一个礼拜，可是我之前最常跟汉典哥演什么？就我演蝴蝶姐姐，他就会演罗志祥，然后我激动妹，他就淡定哥。可是他演罗志祥很不像哎。我很喜欢看他演那个激动妹跟淡定哥，我很喜欢看他整他。他都怎么整他？骂他骂他很爽，骂的毫不怯场，会骂，是现场可以试的，可以，他可以骂，他是直接发挥，不是照剧本走，没有，他直接就骂，就把他平常讲一个状况给他们，他就骂，他说陈汉典现在正在吃一盒屎，然后一直不分给你吃，然后这状况很难演，他不想吃了，因为我想独享啊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这不好演啊，所以 BB 是他正在吃一盒好吃的料理，结果都不分给你吃，这样可以骂吗？可以。导演，你看，好，来，你过去吧。你现在不让我吃的话，你外面是不是有别人？你今天就不用回家。你外面是不是有点？不用。外面是有别的女人呐。就一颗，你有没有别的女人？一颗脏不脏而已，你就扯到你有没有？真的很用力。我觉得还有别的女人。他有别的女人，我其实他根本不爱你啊，他只是在玩弄你而已。章鱼，哎，先不要。外面是不是有别人？没有，其实有别的女人才不跟我。真的拉，你真的拉。反正我会真的揍他，可我现在不太敢。对，哎，我觉得你刚才用打的会比较好，因为他真的会痛，耳朵都给拉疼了啊。那怎么办？他不敢打你耶。有了，他刚才捏得很。没有啊，耳光没有啊。OK 啦，因为刚刚那铺陈那个不够，力量不够。好，因为我怕你。那现在好好铺啊。因为我怕他没办法说服他。现在把情绪要进去，要进去，然后就慢慢，好吧？因为又是事件嘛。就是可能被你看到了，我跟别的女生照相，对，照相，然后她勾我的手，为什么她勾你的手？为什么她要勾我的手？听到这里应该气死了，气死了！你的个性是这样，对。你现在怎样？那女生是谁？没有啊，就合照，就是她。为什么你要跟她拍照？不，因为人家要求我们拍照，所以就。可是我跟你说过，你不可以跟别人拍照。不，这是。也没怎么样，为什么要说谎？我没有说谎。为什么要说谎？不是我，为什么要说谎？我没有说谎。你这个说谎，我看到了。笑场干嘛？你笑场干嘛？人家演得很好，你要笑场。但丁哥演的烂，你要干嘛？你干嘛故意干扰他？你干嘛笑出来？到底是谁演错台哥？不是，但丁哥是不是？你原来在演但丁哥的时候，我觉得。戏的成分很高，可今天我觉得你有情愫在里面啊，很怪。淡定哥被捏脸的时候，应该是不能笑的，是不是？对，他都很淡定啊。我常常再来一次，加油加油！还是我们让台哥演，让大家看。台哥演，
他打台哥，不是，先不要，我打你好了。你外面是不是有女人？啪！你要跟台哥演还是你要跟 BB 演？不用不用不用，我直接来，直接来。来 action， 来 action。还有谁有女人？你外面有没有女人啊？有没有？没有。你为什么看那么淡定啊？可不可以打麦？你为什么那么淡定？小心小心打到麦。讲话。没有没有女人，我没有做。你又不敢讲话，我没有。你不敢讲话，也不敢承认。不是我打你，往脸打你，没有声音。你为什么要笑呢？因为没有声音，没有效果，因为我没有法打，真的。你说要配出那个音效吗？对。好，我自己打好了。陈汉勉还有节奏感，他刚刚蛮用力的。其实那个看起来还好，可是 BB 那个手劲。也是像在大档一样大的吗 ？BB 刚刚手机是省了一半，真的吗？大档是更逼真吗？大档那段演完，看点就是验伤。他刚刚敲他什么都很用力，很用力啊！不会不会不会，我自己打的好像比较痛一点。没有啊，他下手很重，其实还好。我有吓到他的力道啊，不是你一直叫他打的。我还是虽然有吓到，还是想，还是想。弟弟欢迎你啊，请坐。谢谢。你刚刚看他有觉得被打很痛吗？我就觉得他一直要演出那个悲情戏，然后让看的人跟他演戏的人都有一种很难受的感觉，然后观众就会觉得汉典好可怜哦，然后我们全部的人都变成恶魔。不是，其实不是这样，因为那刚刚那个情况其实不太对，因为大家一直有没有？一直拱，反而会比较不太自然。所以他应该先睡一下，是不是？也不用到那么极端了。OK， 对。所以你平常演的模仿的角色就是这个激动妹，还有蝴蝶。嗯，然后或花花。花花。对，就是模仿。我们有个单元是模仿哈新闻。所以大哥们对妹妹有比较好吗？有哎。我觉得我有时候表现不好，可是他们都会用鼓励。可是如果像他们，可能有时候真的会直接骂。剩下还没有转过来这两个人，也有跟你讨教过吗？有问我一些问题。你刚刚说你比较赞赏这是大根，是不是？对。他今天有来吗？有，他今天有来。好，大根转过来吧。对啊 ，Tell me what's wrong？ 哎，他不错哎，他不错啊，他没有比你差哎。对啊，而且他也有学到那个精髓。可是你是不是又在得意他，又在偷你的模仿？算是有点。这好像不是第一手的沈玉琳，是模仿你模仿沈玉琳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所以大哥，你有试过跳过陈汉典吗？哎，其实我不是模仿沈玉琳，我是模仿陈汉典。哦，其实是因为点歌哦，他自己会弹唱，对，弹唱。他把很多的角色很有特色的艺人都先模仿掉，变成说我们新人比较难去抓很多新的角色，所以变成说从点歌上面去做发挥。他没有留活路给大家，没有啦，还是有啦。所以现场这三位大哥，你心中觉得最厉害的模仿的人是谁？我觉得都很厉害，可是他们是不是本身都比较难模仿？就说你很难模仿郭子乾本人，是不是？哦，郭哥稍微会比较难一点，可是像台哥就还好一点，因为台哥每次讲话都会先洋气，就比如你跟他对到眼，他就会啊，是不是感冒啊？长大了是不是？长大了是不是？对，都会先这样，他就先洋气。翅膀硬了，翅膀硬了，要不要帮你叫车啊？啊，对对。所以怎么样会被他会招惹到他讲翅膀硬了？就你坐在那边就会了，站着就只要坐着就会吗？好像我现在站着，你坐着啊，不尊重我啊。然后我们站起来了，干嘛？想打我是啊？